大家好，今天戴博士问我一点，在做院子的时候就想评价，然后我现在满月了，天天考虑评价。啊，今天带你去见外婆哈。见外婆。去外婆家哈，今天带你啊。弟弟笑死你了。你这谈的在里面啊，这里面都是衣服啊，要住好几个月，他9月1号开学，他说要一直住到9月1号，咱们就签了，住到1号吧。妈说拿过去垫着那个车子，那就靠前面这张。住到9月1号，这我会想儿子。我们家的锅就外婆家哈锅很顶锅。带2包这个尿不湿过去，我儿子现在一天要用8-9片，多的时候要10来片。2包可能不够，再加1包。他们有好多侄子个哈的，这个人贵了哈，这个外婆家，到外婆家住了呀，这就贵哈。已经到我丈母娘家了。一回到家呀，就中午了，丈母娘在做饭，是我儿子已经睡着了，啊，到外婆家了啊。要抱抱弟弟吧。你要抱弟弟吗？你叫我叫什么呀？叫你叫哥哥吗？你叫姑姑没有？回家了，媳妇，好好带我儿子啊，住个2-3天就回来。都说了住到开学。开学？啊。腿都打断，3天后我来接。走开。要接你儿子回去。我就接我儿子回家。好。你要飞机？哎，给飞机。好了吗？买了吧。